刚才那个是什么声音？猫咪在叫。来一下那个打招呼一下嘛。可以抱的啦，可以抱的啦。先来三碗猫。只有这只吗？不过瘾哎！你要不要陪喝咖啡呢？今日大挑战，要在这个猫咪的吐司上面画一个猫咪的脸。哦，这种那么困难？你那个像猫吗？你那只像吗？哦，这是小猫。可以吃了吗？哦，好吃。猫掌布朗尼。我的学校就在附近，雄武。这附近有很多好吃的，有学生的地方都有好吃的。我念中山女高出来就有一家面店，我都吃到了。最近还有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还有轻轨。哦，你比我熟了。其实我们是跟着高雄一起长大的感觉，现在那边完全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。王杰在音乐表现也很专业，加油！我们期待你当选。他跟我们家阿才很像。把他照一张相带回去给阿才看一下。